我们要来上数字的部分，就是跟上礼拜跟上个礼拜一样，已经上过上礼拜已经上过十集了嘛，就是11到20。那上上礼拜是上1-10，对不对？1-10，1-10。那我要先来帮你复习一下，看你有没有记得之前教的数字的部分。那我们今天就要进到20集到100哦。那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你还记得之前教的吗？我一样会就是讲英文的数字，那你要写出阿拉伯数字，可以吗？嗯，那第一题是最简单 ，one。哇，很好。那第二题是，一样简单一点好 ，ten。对，很好。那我开始变难喽。比较难十几的部分 ，twelve。哇，也还记得哎。好，倒数第二题，fifteen。很好。再来最后一题。简单一点好了 ，six， 很好，都记得哎。那既然那么棒，那我就送你一颗苹果。对，等一下可以换影片奖励。那刚刚姐姐讲到，我们今天要来上20集到100嘛。那首先第一个字20，就是 twenty。是20，那20，我们今天不只是要上20、30、40，我们要连20集，是不是也很想知道？就是20到100的全部的数字。那21要怎么念呢？我们之前不是有教1到10嘛，就是1、2、3、4、5、6、7、8、9、10，对，那就是要把这个一到十加到20的后面，就可以变成21、22、23到29。那要怎么加呢？就是像这样 ，21 就是21，22就是 22， 对，23就是 23， 以此类推，24是没错 ，24， 然后 25、26、27。28、29，那可是最后要到30了嘛？那一到十是不是十是 ten？ 那并不是 20-10 是30哦，30是另一个。那你再念一遍20给我听。那我们要进入30集的阶段。没错 ，20。那再来就是刚刚讲的30不是20-10哦，是这个。30是跟上礼拜教的13很像 ，13 对不对？这是 30，再念一遍 30，很好。那31到39也是像刚刚21到29那样，没错，31就是 31， 再来32就是 32， 然后再 33，不是 13 哦 ，13 是13，是 30， 这个要，听是有点像四声下去，那这个 t 尾巴是有点三声，就我们三声勾起来那个 30， 对，很好。那再，我们刚刚念到三十几，33吗 ？33， 34，35是 35， 36。36、37、37、38、38、38、38、38、39，很好。那再来就是要到40的部分，就是 40。还记得 14吗？对，一个是 teen， 一个是 t， 对不对？但是 40 比较不一样，是它这个拼的这个部分前面跟原本的 four 跟 fourteen 不一样，原本的 four 怎么写？是不是这样 ？four， 但是 40是只有 for，
就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稍微记得一下。可是现在不用记会拼没关系，可是至少要听得懂跟会念哦。嗯，那一样就是41到49，跟像刚刚那个规律是一样的。40，再念一遍。那就先不念41到49。那我们先看50是什么？对 ，fifty， 哇，是跟 15 前面那个 fifth 一样，所以你就会念 t， 对不对？就是一样，那个是一个是 teen， 一个是 t， fifty， 对，再念一遍 fifty， 50，那51到59一样是，你念念看。很好，就是这样，就跟刚刚都是一样重复的。那再来是60，60是，对，6怎么念 ？6， 对不对？那一样这样体 ，60， 16呢？对 ，16， 对， 60是 60。那61到69也是像刚刚那样，没错 ，60。那再来60结束以后再来什么？对 ，70，70 怎么念呢？就是 70。70，17是 17， 对，没错 ，70， 再念一遍，很好。那71到79也是像刚刚那样，念得很好。那我们要到80的部分，80几的话就是先念80是 80， 80。然后再来就是跟刚刚一样，就是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就是一直到再来是什么 ？90， 哇，快要结束二位数的部分哦。90是什么？九怎么念 ？9 对不对 ？90， 对，很好，对，跟 19 就是。很像，那个是 T， 一个是 Teen， 但是90的话，会念的。那91到99是也会，对，没错，就是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没错，90结束了。那最后是什么？100，对。100就又是一个新的字，比较不一样。是一怎么念？是不是 one？ 对，一到十的一 one。对，没错，这是100的那个一，一样是这个 one。可是百就是 hundred。对，所以他们两个合在一起就会变 100， 就是100的意思，就是百。再念一次，百 ，hundred， 对，所以100是，100。那200嘞，顺便教你好了，two， 二是 two 对不对 ？200就是200，就是一直在推可以到900。好，那今天就20到100就到这边结束，很好，很棒。那今天就到这边哦，好，拜拜。